为何每日给我酒饭吃？是管银相公吩咐的。来来来来，我来为武都头满酒。前日你免了我一百杀威棒，如今又一日三餐酒肉不断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小人久仰英雄大名，是有事相求，别无大意。有事你何不早说嘛？这说出来气炸英雄肺腑，不如明日到我府上一并细聊。小弟姓石名恩，自幼在江湖上学些枪棒，得了个魂名金眼雕。两个月以前有一人到此，姓蒋名忠，魂名蒋门神，欺辱小弟，夺了那酒店，如今成了快活林地的一霸。捕头有什么吩咐说与小弟，小弟渐渐依从。你一路跟着我走，遇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，这叫做无三无过望。客官请。这碗手轻，店家休要哄我，换大碗来。一家只要卖酒也算得一处。兄长，兄长醉了吧？醉了便好，前面就到快活林了。到了便好。来来，慢用慢用啊！拿好酒来。客官要打多少？老板娘休惹他，怕是吃醉了酒来闹事的。先打两角酒，尝尝。哎，来了。你家主人姓什么？姓蒋啊。哎，他为何不姓李啊？这厮哪里吃醉了，跑到这里来讨野火。老板娘需要与他一般见识，外乡的醉汉，胡乱换给他一些就是了。哎，来了。这是您要的上等好酒。这是谁啊？那是我家主人的娘子啊。让他过来陪我吃酒。哪里来的蛮子，敢在这儿放屁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打出去。三爷，上啊，上啊，陪我吃酒。放他。捏这段拳头嘛，好饶我命啊！景阳冈上的老虎也经不起我三五拳，若要我饶你，必须依我三件事。休说三件，三百件也易得。第一件，你便离了快活林；第二件，把施恩的酒店都还给施恩，请各店主吃酒，向他赔罪；第三件，易得，我叫你今晚便走，不许再来。若让我在孟州再见到你，见一次打一遍，见十回打十遍。